你能把他放下了吗？要放下什么？你不可能继续再跟他在一起的。你在说什么？你再这样子一直封把自己封闭下去，你就会忽略掉你周围的其他人，你的家人，你的父母，你的同事，你的朋友，还有我。因为工作太累，不是，你只是在逃避，你在逃避你不愿意面对的现实。我逃避，那你呢？你的工作，你的未来，整天只会跟不同的人搞暧昧，不如一起去找吧。你有想过你要什么吗？你没有。我只是。你只是什么？全部都是因为你，你这个人设计。文婷，你到底在说什么？你醒醒好不好？品成哥他已经不在了。他在，他一直都在。所以修好，不要再打扰我们。文婷，我想要陪着你一起面对，我想照顾你。你走，不要再打扰我们。